讲这个六级佛，上一次啊讲到这个第三，讲到这个观想级，这个今天有印的新表，那这个表上的话可以看着那个号钟，要不看这个表啊，光是不讲清不清楚。上一次像这个六级佛，这个偈字偈啊，就当个这就算，这就算怎么回事情。要不到这个偈字的话，谈不上个信佛的，那么就在六界以外的，这个六界以外的啊，纯粹的是没外汉，没外分的。这个没外汉呢、啊，给诸位说，也就跟上一次给诸位说过，也就恨不了了。怎么不了呢？还站着一个偈字，就算有这么一个话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众生皆有佛性，他自己对于这个众生皆有佛性啊这一桩事情啊，他是相信，他自己这个成功不成功莫论，他是相信，这就算数了，这就算没外汉了。但是这个不相信的人呢，上一次给诸位说过，太多太多了。他自己两个有本性，他是不晓得，这个是一点不假的，说是能有够到一个他吃的有本性了，这就不错了。第二步，那么比这个有进一步了。明自己，明自己，他懂得这个佛啊，是什么人？这个佛啊，有什么样的好处？为什么叫个佛？多少的啊？怎么懂这么一句半句的？说这叫个名字，比前面那一个比较的深一步了。这两个，这就算是没外汉的
说这个算一份了，这就不容易了。到这个第三观性节，这个我有个交代给诸位说。本真今天讲，上一次也说过，讲也不是讲个大概情形，讲个详细，那一条啊，相当的麻烦。大家不要把它看清了，为什么呢？大家要不信的话，这个六即佛这一个办法是发生于妙法莲华经。诸位，哪一位把妙法莲华经舍上舍下的看一个大概，才能懂得这几句话？这个都在法华经上，可见是难了。所以是成尊佛的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难呢、翻译了好吧。那么这个简单的介绍，今天讲这个观性戒。先把这个观性两个字、给诸位再解释解释。这个佛法不论是哪一派哪一种，皆有观相，这个诸位要听明白，这是学理。那么是这个普通法门是这个样子，净土法门是代表法门，也有观相吗？每观相有16观经，指明了是观相。什么不叫观相呢？不过是呢，对表示在哪里？你懂得观想，上的功夫，品级高一点；不懂得，品级啊低一点。有这种情形，也离不了这个观，离不了观想。这个大家其实学佛三经里头16观经吗？观想行呢，行就是你修行的那一种法门，你种类不一样了，你那个心呢就不上别处去，就按到这一个你修的这个法门上，一举一动啊往别处跑，专往你自己修的这门上走，这叫行。性缘就是个动态，其实动态呢，你今天上东，明天上西，上南上北，这个样子啊，一点用处也没用处。什么呢？这一个观者乃至有直观，直观法门，凡是佛法离不开这两个字，没有这个池子不能有如定，这个大家要知道的。所以说这叫观性戒。到这个第三步的观性戒得用功夫了。这个观想修的什么法门呢？你这个心就定到什么法门上，不能往别处跑，这个记得住，这个很重要。诸位修净土，就说在这里吧，就可是三十年了不成功，就在不能照这个吧。这个诸位请明白，并不是给诸位讲了请你们诸位啊就做观想戒，可不是如此，大家不要发生误会。为什么呢？
你愣于做得到底，那很好；做不到底也不能勉强，是不是？愣于听明白了，那就是万幸了。怕得连听明白也听不明白。那么这为什么说呢？不说是一辈子也不晓得。那么说呢，总而言之，一百句呢，懂得一句，懂得一句就不得了了，就得一句的利益。这话不好，就容易吗？就算一句啊，说的话内行话，内行了，这就很不容易的了。这个有往生大有关系，在这里头。你譬如给诸位说，上一次我给诸位说过，九界往生，人观性还做不到，那么这个蚂蚁、蚊子这些小动物，它怎么个往生法？他懂得什么叫管，什么叫行啊？这个大家要知道，他呢也能往生，他那个往生啊，就只要得一心，一心就是唱给诸位讲的叫复慧，当时那个心啊，只要不乱。并没有真一心假一心把它压迫住了，临命中的功夫，他那个心第八识一走，不往别处跑，就能往生。在连跑人家再去休息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要懂得这个你要会了呢，那么可以到了那里，你譬如你们诸位一生那一些就是声闻果，就是罗汉。那些苍蝇小蚂蚁办不到怎么呢？但是那样没三个道可以啊，得个人身。这个阿弥陀经上讲的是明明白白，一般人呢看不懂。这个弥陀经好难讲述，也是他这都藏一句话藏着若干意思。这个大家要知道的，你做到几分，你说几分。就今天讲这个观性偈。这一个物品怎么想呢？这个《法华经》里头一共是20几品，一品一品的嘛。那么这那里头啊，含着里头有着物种，并不是《法华经》里头大体目你有这五种，不是大体，小体。大体里头啊，报纸就是小体。什么叫大体小体呢？你譬如一朵花，就是一不论什么花吧，一朵荷花吧，这一朵荷花就是个荷花，这是整个的荷花呢。什么当中有莲菜，莲菜周围有些莲须，莲菜里头还有莲子，莲子里头还有莲心，里头那个范围太复杂了。这个物品也就是内里的什么五个条件，这五个条件呢，大家能也做到一分两分就不得了了，就算是
内行了。内行是什么呀？是不是还是犯佛，是门内的犯佛，办不到这个是门外的犯佛。你看了表上不是这样的吗？这就是内犯，门内的犯佛，门内的犯佛就不得了了。那么是看今天发的这个新表，这是个物品，就是物条件，大家看，这就是一朵花里头的一部分啊，可以送要听明白。这个听了这个，我们才不说外行话，咱们成天说岁息，这个大家常说，咱岁息的什么？息的什么？岁顺的什么？这糊里糊涂的话，你看这样，开头一个岁息品。什么叫岁息品呢？这个不能随便糊里吞槽的讲，得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你看看这个本文上，问实相法，听这一句，懂得这个佛学里头啊，这个实相法门，这一句大家。咱们这个在场的人谁懂得实相呢？常说不知道。你看这第一步吧，我是很简单的给诸位说，这个就很难什么了。这个佛学里头分析这个万法，一种法三种看法，大家听明白，一种法三种看法，其实一种法三种看法是一啊，是三呢，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这话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一旦不糊涂，我就解释这个一即三，三即一给诸位听。这个才学佛，学佛呢，学佛就是先学真，有真的，有假的，有不真不假的。什么是真的呢？诸位想想，万法皆空，这个空是真的，万法皆空吗？这是真的。先懂得这个真理，这不大了，要记住，这叫懂得真理，这不就很好了吗？不容易。是合于你自己啊，得好处。学不能以弘扬佛法，学不能以求大家的利益。什么办呢？这是懂得啊，假。假怎么讲呢？假就是金刚经，凡说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有一种现象，有形象。凡是有形象，这个形象皆都是中原赫赫聚起来的，这是个假的。那么只要这样说来，学了真的还是知道这个假的，知道假的，光知道假的就是虚妄，没用处。这得怎么？最后假就是真，真就是假，这两三个合起来叫中道，当中的中，也不真也不假，去中，
这个中道是实相，大家听明白。这个我始终想到这一，要深夜明白这个中道，明白这个种子啊，那真的你自己注意啊，得参悟参悟。得了罗汉果以后，还不懂得这个中道了。就今天晚上说说，大家就懂得中道了，没这个道理。真这个中道叫个实相，实实在在，真假就是这一中间这一个佛的中道，这个大家不能说外行话，懂得这个了，我说个事情给你听。这个五十年前，这个我也不提什么人了，这个叫我给他做首诗，我就这个三体三观体是真理啊，说的这个话是解中体当中的中体，有这个文学家看见，文学家他们也懂得一星半点的，不懂得的光看这词，看了诗说的还不错，我给你改个词，改个什么词，把这个中体啊改成个真假的真，说这个话解释真体，那不比中体好吗？他把这个中啊看成是上中下的中，改好这一个词，大家听听完了吗？就是个初学佛的才懂个真体，这个中体他也不懂，这是五十年前这么一下子，这不是这个门外汉在那看看本子就能讲的，不是这么回事情。这个佛经啊，不懂的为师宗，不懂的行宗，不懂这两个就不能一讲话。这样问实相法，实相啊就是那个总体，孔夏说的那个总，实实在在的这种现象就是这个办法，说称这个实相。一听的这个，那得懂这个理啊，懂了这个理，听的这个实相法才相信是这样，才了解了，再说什么呢，就是悟了，这一跳就悟了，悟这一跳就不得了了，悟了以后怎么样呢，悟了以后啊他才相信，大家听明白这个事，怎么悟了才相信呢？反正这个人呢，什么我不相信这个，你不相信啊就是你不懂的，你懂的就相信，你要不信，你譬如我说个比喻，一个人呢就是富家子弟了，他终日的他也不懂的，这个光有些财产地图，他这个下你给他种田的这些农人看这个大少爷这个样子的，他不懂得世故人情，这一天给他开玩笑说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种田的这苦处啊，你光家你享福了啊，我享的什么福，没什么福享啊，没福享，你家里有多少地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家里有是10顷地，哦，
事情得在哪儿呢？我领着你看看。领着到站去。这不是，这不是，这不是，这不是。大早晨一直转了，转到12遍。这不是这个意思是，这不就是吗？这个不是，这是就是，这不就是吗？啊，上次他很高兴啊，胡乱这一套。那么到了12点以后，再说啊，我不知情，我长着病了。你长什么病啊？没病，你我再给说吧，什么吃也不行。他说，我是得吃药了。说你吃药，我会治病。哦，你还会治病？我说，你到我家去坐一坐，我给你吃好了病可再看。那好，到了家里，拿出来的稀饭，然后窝窝头。这就是药，你吃吧。啊，这个药不苦啊，你吃吧。吃了以后，哎，真好这病了。他一辈子他就没养过我，他那个孩子嘛，他都不懂的。你像这个人到了这种样子，那么这个理啊，就是大家明白，明明的认认。不吃东西就饿，他那个饿都不懂。你早先跟他说，说也别说，什么叫饿，我不懂的，不懂的，你试验试验，就懂的了。粥是吧？肚子饿了之后吃什么？粥、稀饭、稀饭是吧？啊，那个粗东西，就是跟着稀饭吃了，胡乱吃啊。下线然后才顺息啊，顺息。所以说，在遇见事情，他就去干起来，他叫顺息啊，一跳，三跳。先懂事情法，这个诸位把这条悟悟吧，这是很难的。再说第二条，这个大家都听着，这个五条并不是你全部的做到，做到一条有一条的好处，都做到有都做到的好处。第二条是什么？叫读诵品。读诵品怎么讲呢？这个法华经，就是看法华经的经，法华经的。对这个法华经，大家听明白啊？所以你得念读啊，是得念这个读啊，虽不出声啊，可以读诵啊。鼻子念出词来发声音，这个事情大家可注意了。那么这说的他这样说的法华经是如此啊。你们诸位凡是这个学什么功课，鼻子每读加上这个念诵，这个少不了的。为什么少不了？每一种学问自古以来都讲究这个念诵。念诵什么呢？念诵的功夫你自己念出来，自己听，念的时候清清楚楚，听的时候清清楚楚，大家想，口念心听，口眼耳听，这个功夫大了。出之于口，得心一出，得口一出来，自己的耳朵听，一根线
往外头跑，这什么明白不明白不明白。这个三字经大家都念过，口而胸心而胃，自古以来中国的必得经过这一套。那么经过这一遍念，二柱关节有什么好处呢？管管香，管香是只管止住这个心，不动管看的吃这个东西，你这你管节帮助着你治管，帮助着你治管。这个节怎么讲呢？节啊，是你念的这一句理解，不看柱子就会讲。这话怎么讲？跟你诸位说，这个古人说过，你大家都不信，也没这个老师跟你说过。书读千遍，这个书不懂的，不懂的不管它，你就念，接着念。书读千遍了，念上一千遍，其意自下，这个书的意思啊，自己就透出来。听见过吗？他说的这个心一执着，就跟那个水似的，不要动了，执着，执着就是静定，就等于了解。书读千遍，其意自下，这是中国的读书法。现在，你比如这个学校里头，念古人的书，欠人的，不许念。教授编制了讲义，把所不同的念讲义。这个讲义你编的这个通啊是不通啊？念了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是啊，自己做出来的文章是不中不西不南不北，也是不些什么东西。是啊，没经验是不行的。就是没经验。无师之徒，无师之徒现在不在乎人，在从前呢，无人敢那一行，皆有老师。无师之徒到哪里人皆不要，大家听听吧。把这个跟大家说说，这个我跟诸位说，现在我们的程度啊，就在这个胸读上。现在怎么样？这就是第一步。这个你都听过，你不注意，什么声音？才上来就口念耳听。我们现在正在口念耳听的时候。口念耳听熟了，第二步是心念心听。今天要给大家讲心念心听，大家不懂，那又深一层了。什么时候懂呢？那得再挣点功夫。口念耳听熟了，再心念心听。这个是一步深七步啊，这个五条也有次序的啊。第三，说法品，说法的，大家听明白哈？那么这说法说什么呀？你学的前边读诵的那一套。你随习的那一套，你前面那些是那两条
哪两条怎么样呀？自说累劫，哪两条想想这累劫给大家听。那是你心里表现了，懂得了。你怎么是懂得的？祖兄跟那个解释相懂得哪两条了？那得懂得这个了，懂得这个了，你说的功夫，哎，我们办不到。哎，那趁啥回来了？就说那破趁啥回而道理他人，把自己了解的这个，你懂得多少，给别人说多少。知道的多，你讲的多；知道的少，你讲的少。万别不知道的枉做聪明。在这里造谣言，别造出小妖妄声来。于经上与三藏事儿不好，一律都不好。说这个带妖妄声，不光一光祖师，在原家这祖师就说，偶有祖师那念了多少的书，那不用说，痛痛快快的唱着说，按着经理讲，他不懂，他连字都不认得。这是实在话，说内见以后而道理他人，知道气氛说气氛，说不出毛病来。我知道一我就像个一，知道二我就像个二，晚边知道一知道二了，那个三呢，二三合起来，一二合起来就是三，不能一三的乱推，三得有什么根据吗？没根据不行，那你就自己说呀，一加上二就是三，那可不行。给诸位说吧，就是这么个办法，万不能以自己类推。我再举例子给大家听，你比如这个别人也有举的例子，跟我举的例子不一样。那么你举的例子什么样子呢？这个世间法，孔子，你们诸位都知道，孔子是圣人，带为令公那呢，这个你大家要是。说这个是中国书不念也不行啊。这个卫灵公问诊于孔子，问孔子啊，这个上阵拜阵的这个法子，孔子说呀，祖斗之事母常问之也，这个祭祀祖斗这些事情啊我学过，军旅之事我一直学学，我没学过。孔子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这是孔子。这个大家知道吗？那孔子是什么人？他们就在说什么？可是这个著述的呢，有这个想法，说是啊，祖斗就是战争，战争就是祖斗。那是他给孔子往脸上贴金，越贴金越侮辱孔子。孔子什么人呢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再不这么枉做聪明。这不可以给大家说出来了吗？不知道万别枉做聪明。
咱看这个第四，简性六度品。这个六度，最后这一度，咱不说那个四度了，最后是般若。这个般若，就是中道，其空其假其中，这是般若，并不是偏于空，也不偏于有，合乎中道，这是最后的一条子。但是这一条子什么做成的？什么做成的？这是开始在那个布施，布施就是放下一切的头一步，在那里开始放下一切世界，这在人，这在精进，精进了就可以得定了，得了定啊，定了安定了，自然般若就现出来。这是追本求源，这个六祖都得要沿着把它捋一遍，捋一遍东西帮助着这个心呢，叫它求定。下方这个六度要经历一遍的经历啊，开头就先头把这个舌头放下嘛。那么是这个智慧是什么东西？智慧就是真如本性。咱们说明心见性，学佛要念佛见佛。见佛什么叫见佛呢？见的什么佛呢？若以金刚经上，若以三十二相求如来，世人行邪道是不得见如来。以三十二相去观佛相行，这是行邪道，见不着如来。那么是什么呢？华严经、法华经都是什么？心即是佛，佛就是众生三无差别，心佛众生是一桩事情，心迷了就是众生，心悟了，心学悟了就是佛，这是一桩事。所以是啊，到这里这才能明心见性，不三十二相求如来。到这里这就不得了了，帮助着叫你见本性。最后正性六度品，见性跟正性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呢？见性者，你修那一种，你比如修一种，你在一种为主，再修一种是为主帮助，这叫见性。正性呢，正性啊是这个六度啊合成一块，那只是六度做一度看，这就麻烦了。那么这什么样呀？
正性六字为之正性，而自性化他，注重是什么？你自己性六度，拿着六当一度的办，你这样的办呢，你就对自己找这样的办呢，自性啊，自己性，你在劝化别人，也就啊，把你这个六度合一，你再劝化他人，这就这不简单了不？这不是容易的了。那么这怎么是合一呢？实力聚聚，观性转生，这个是简单的话。这个佛法有实，有理，有体，有相，有用，各方面的一些分解，这个大家都听过，这不能自己细讲。那么这实力聚聚就是体相用，空家中，这一些，你比如说这什么叫实力吧？这个大家念着一心不乱，不是有实一心不乱，有理一心不乱，大乘信心论就三大，体大、相大、用大。这都是分开说，怎么这又说是又分开说呢？譬如这一只手，我说的这五条啊，一只手，体相用、空相用都有了。什么是这分解？这总说。分解就不一样了，分解就是大指、二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，就解不一样了，一个一个说法。这五指不一个用法吗？不一个用法。你拿武器、鞋子这五个指头。五个用法，那武器是这样子的，大家没家这种经验，所以说到这里实力都聚聚，五就是一，一就是五，就是圆融无碍了。这个时候，你这个所有的观想、所有的行动啊，就一条条的就发展到结束了。大家看这个不讲完这五条呢，你看这个六级表上到了观性级的这个时候。他还没叫见心，心还没明出来，还没明出来，这些功夫啊，还都是外品，还不是心内的，还不是内法，还是外边的法。虽然是外边的法，你看外品，可是啊，那当然没见明心见性是凡夫。他说虽然是凡夫，可是一层什么呢？内凡，没内的凡夫，不是给我们是没外的凡夫，大家要知道这个样子的啊。看看这表上，那么讲到这呢，终点到了，后头啊还
还有散票。散票啊，这块给诸位说说，保存起来，下一次再讲。因为什么？你比如实心，开头实心住，到了实心是回向，那呢，这才算是内部的功夫。大家听明白？哎。这就不得了啊，这个这就这以后就不至于上当了。不惜自焚。